来嘛，不要怕，对自己有信心，我啥都不会呢，来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人家是老师呢，我看你学了一个多月，来过来，勇敢一点，不要怕嘛，没问题，来来来来，来那你转这根吧，这根，来这根，来来来，来试一下试一下啊。来，就是你平时间学的哪些？我们看一下，好吧？给我们，没事没事啊。嗯，哦，这就是那个观音，哦，不是不是那个，这个扎到上面的腿疼不疼啊？这个，就那个肉，就不是挤在上面会不会疼吗？哇，我的天哪，这有老茧嘞。然后这边那个腿都练出了那个什么，这个东西是不是都淤青啊？哇，好疼啊！我的，还有那个大腿内侧，你看这全都是淤青。对呀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这学的活真累。哎，就是只要是这么夹的，我看转过来，主要是这哪个？这样。哦，就要这么夹的啊，夹久了就会出现这个，哦，就会出现淤青。我的天哪，我幸好你没男朋友，不是。开个玩笑，开玩笑，个对。男朋友的。啊，你说啥？我说我们老师有男朋友。肯定嘛，你老师长得那么好看，肯定有男朋友的。我说幸好没。没事了啊。来，兄弟们，记得点点关注啊！记得点点关注啊！手机用户点击左上角的橙色的桃心，电脑用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直播室，同时点关注不迷路啊！以后你准备就是说也是从事着当老师这个职业吗？这个职业蛮辛苦的，我就觉得，对吧？你觉得大概能学多久能够学明白？你感觉的话，嗯，看个人吧。看个人，我觉得你一个人就是在努努力，每天都练几个小时，我估计就是小半年时间就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嗯，半年。三个月。差不多吧。厉害的，好好的干。好，来看我们的老师要开始了，来老师来个，我们来一段。好，哟，怎么那边又开始了？我们要上课呀，还没下课呢。哦，真讨厌，嗯。那个姑娘的鬼步会跳得很好，你会跳鬼步吗？我不会。你的全职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钢管舞。对啊，还有 TV。啥 ？TV 就是道具。道具是什么意思？能够是用道具跳舞。比如说，能够分享一下吗？是哪个道具啊？都可以，像椅子啊。哦，这个爵士舞那种类型的是吧？嗯，对。啊，类似于爵士舞的，能够简单给我示范一个吗？示范一个好吗？来示范一下。来示范一下，宝贝儿。来，宝宝示范一个，啊，没事，我们就感受一下，来拿一个道具，放道具来。哦，道具就是坐得上呀，哦，你就是道具，这个咋跳呢？哦，要，我操！不是你们那个高跟鞋忒夸张了吧？这个高跟鞋有20厘米啊！哎，你把这个高跟鞋给我看，跟他们看一下，给我。来，兄弟们，这个高跟鞋我跟你讲，要是遇到色狼了，我跟你讲，嘎一下去，我估计能砸两个窟窿，你们信不信？是不是，兄弟们？这个估计要砸两个窟窿。是不是挺重的？我那个亲娘嘞，这是太高了。来，上道具啊，上道具。来，我看一下你学的那个就是道具的那块啊。过来，来这边来，来。反应镜子，来试试来，没有没有，你就是简单的就做两个动作嘛，啊，哎，广告联系 VP 啊，广告联系，哦，这个是类似于爵士舞的那种，有点像爵士舞是吧？嗯，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哦，爵士舞的那种就是椅子上那种，我见过，我身边也有。跳爵士，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开始跳了。好，哦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啊。你一般晚上几点钟下课啊？9点。哦，那是怎么回事？练辛苦了，待会儿老师给我们跳一个，晚上请你们吃饭。